我要直接点名姚立明。好，听说他昨天对于这个媒体去检验黄国昌，他立刻就认为说这个是你当老板的走狗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你今天媒体好去追踪王如玄的军宅，如果媒体名嘴去讨论王如玄的军宅，这就是高举正义。但是同样的，你去讨论检验黄国昌的时候，你就变成这个媒体就是不对，或者记者就是老板的走狗，这是什么样的标准？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